你呢？你还好吗？好累了，你叫我去海边找什么张先生？害我的鞋子都湿掉了啦！今天的海浪有够调皮。那你有找到张先生吗？没有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说啦，恒春这边的人就像大海一样，有点逍遥自在啦。不是你说你今天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，不然明天再送了啦。明天再送。 哎，不行啦！我告诉你，送信呢就是我的工作哈。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它。赶快告诉我，还有什么张先生啊？恒春有很多张先生啊，比如说早上会去冲浪的张先生，早上会去冲浪的张先生，还有会去庙口弹乐器的张先生，会去庙口弹乐器的张先生哦。 不然我告诉你，还有这个家里种洋葱的张先生。哇哦，这个洋葱好大哦！看这超大，它比我手还大哦。洋葱啊，恒春这里的洋葱啊，就是这样又大又饱满，让你送你，给你吃吃看。啊，真的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把它给我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。烧起来了。 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不是吃洋葱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送信的时候。你赶快告诉我，还有什么张先生了？我们来滑手机，来来来，滑手机，滑手机。好啦，这个。我问你哦，是不是这个卖蒸饺的张先生？卖蒸饺的张先生？对呀。啊，还有呢？啊，不然这个，会去带字钱的张先生？哦，带字钱的张先生蛮帅的哦。啊，还有这个啦，啊，是不是就是这个？ 卖猪养猪的张先生，卖猪养猪的张先生，哎，啊，我告诉你啦，我认识的张先生真太多了，我跟你说根本大海捞针找不到啦，算了啦，我们去喝一杯咖啡算了啦。哎呀，不行啦，我就跟你说哈，这封信真的很。 啊！我的信呢？什么信？我的信呢？我的信呢？哎，我的信跑去哪里啊？你要搜身吗？我的信，可恶的洛山峰，把张先生的信还给我！哎呀，哎哎，不要跑，那是张先生的信，还给我啦！哎呦，给我过来！可恶的洛山峰，把张先生的信还给我！ 跟你杠上了，可恶的洛山峰！哎呀，哎呦，啊，好痛！可恶！他去哪里了？可恶，不要跑！张先生的信，哎，还给我张先生的信！啊！我想到有一个张先生了，他就是每一次洛山峰来的时候啊，脸都被吹得这样乱七八糟，不是脸，是头发。 那吹乱七八糟头，脸都被遮住了，所以我都认不出来他是谁。会不会就是这个张先生啊？我赶快去跟阿嘎说。
下的烂眼。내가저고순도시고순도시자잘고성을